我就发现啊，我这种色盲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，就看不清红绿灯。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精神性色盲，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红绿灯，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，只要超过三个，红灯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。真的有一次我跟你大妈在那闯红灯，我说大妈大妈，这不是红灯吗？哎呀小伙子，你走着走着就绿了。发表热烈，谢谢大家。